打车几针？先几针要戳一下水啊，要炖一下。这个几针也得炖一下吧？炖回来。放完水了，等一会炖一下。针要盖压倒啊，然后要撸一下。啊！切这几针啊，该压的刀。给点点力。嗯，当个套过。到底多几针啊？你千万你炖少了，白长这个你不能很多油了，多油了苦，没有没用。咱前面讲，咱酱油都白讲，那谁？盖完倒这几针，反抄一下，针已经反抄好了，要加水炖一下，得几分？水了啊，两个人同时做，这个是麻辣大鲤鱼，那个是鸡胗，下锅，大炒鸡胗，大炒鸡胗。